今天我们继续答复，昨天呢还有一些同学的问题啊。这一位天津的刘居士啊，他这封信是啊。天津泽月尊等居士念佛祖，自观听你开示的《太上感应篇》等录音带，特别欢喜，增强我们学佛的信心和决心。为向你表示感谢。几位80多岁的老居士。给你亲手缝制的两个蒲团，是每缝一针念一句佛号，每缝一针念一句佛号，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。有条件的所限，这次委托刘春梅转送给你，望你笑纳。我们在你的指引下一定努力学佛，依教奉行。尊敬的老法师，你为人类和平、中华民族的兴旺做出重大的贡献，很难用言语来表达。你的回归大陆、落叶归根的愿望一定能实现。见随心转，阿弥陀佛。这是一封信啊。好，谢谢天津的同学们。这个也有一位同学问的啊，也是天津居士问的。他诸法空相如何理解？诸法空相是佛在《般若经》上常讲的，它的意义就是说一切法了都没有自体，是因缘和合而现的幻象啊，象不是没有，是有，但是它不是真实的。那什么叫真实的呢？佛法里面真妄的定义是说永恒不变的，那就是真实的。如果会变化的，无论它变化的速度是快还是缓慢，那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定义，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人生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它会变化，它有生老病死。它有刹那刹那在衰老，所以青春不住啊。那么人是空相，一切动物都不例外，一切植物也不例外，乃至于矿物，我们讲到山河大地，讲到星球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系也有毁灭的一天。不过它的速度呢比较缓慢。那么这样子观察了，就晓得一切诸法
都是刹那刹那了在变迁，啊，不是真实永恒的存在，啊，这种现象呢，就叫做诸法空相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天津居士参学回国后，弘扬佛学文化，啊，把你今生的知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这是很好的，啊，我们做佛的弟子，唯一报佛恩的方法，就是把自己所得到的、所享受到的、所学习到的传给别人，啊，那么看个人的机缘，传的当然越多越好，啊，越广越好。佛法确确实实可以帮助世人，啊，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啊，帮助世人提高自己的境界，啊，不但这一生好，来生比这一生啊更好。啊，这位同修好像也是一封短信，啊，天津居士欢迎你到天津弘法，啊，中国的少数人不是多数人，不愿意你回到中国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啊，是很少很少的少数人啊，但是中国居士啊，盼望你到中国，啊，好像啊孩子盼着父亲一样，他别灰心，总有一天我们能相聚在自己的家里，中国，啊，那时是真正到家了，啊，我很感谢同修们的关心，啊，我们在海外有耐心的等待，啊，啊，这是也是天津同学问的，他说我受天津居士王桂英的委托，向老法师请教一个问题，啊，王桂英居士为了弘扬佛法遇到一劫，啊，这劫难的从此身体精神不佳，啊，王桂英每天还是坚持念佛念经，勤劳法师慈悲加持开示，啊，那么这个只要能坚持啊，这个念佛念经不间断就好，啊，这个灾难呢，多半都是冤亲债主来阻扰，啊，我们应当啊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，把这个冤结解开，啊，那么身体就能够恢复健康了，啊，自己一定啊要认真反省，啊，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啊，一定能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。这位同修问的啊，就请问老法师，我已经皈依佛门吃素，但家中人都吃荤，请问老法师，我能不能给家里人做荤菜，
如法不如法，啊，可以，啊，可以为家人做荤菜，但是不要杀生，啊，守住这个原则，不杀生，不要买活的东西回家去杀，这样就好。啊，那么市场有很多都是杀了现成的，买回家去做。啊，这个就这样就好。啊，啊，这一位同修，他是请允许弟子有疑，啊，他师父不久就要在摄影棚里讲经，其目的是要保留录像带给后人参考用。此举是否忽略了现前四众弟子善根福德因缘成就？那么这或许啊是现前四众弟子的业力所感。最后请问呢，这也是科技给我们学佛四众弟子带来的灾难吗？恳请师父解说。啊，你问的好像是有道理。啊，摄影棚里面这个做讲经的录像因素很多，讲经固然是好事情，也有负面的影响。啊，那么像你是非常喜欢听经，啊，你确实有善根有福德，如果因缘具足，你这一生决定能成佛。啊，如果真的善根福德具足，缘分决定有。啊，你会认识机缘，你会掌握到机缘。啊，科技确实带给人类灾难，但是如果应用的妥当，它也带给人类的幸福。啊，你在新加坡，我在这边讲经，你亲自能够来听，你要晓得全世界还有多少人没有这个缘分。啊，我们能不能在一个讲堂里面能够容纳几亿人？你说你能不能做得到？啊，但是我们今天利用这个科技，利用卫星广播，利用这个网络的传播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，啊，在全世界每一天听我们讲经至少在300万人以上。你想想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还是给我们带来的幸福？啊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放弃。啊，我们这一代能够听到，我们也想到下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。啊，现在的光碟如果保存的妥当，这些学科学的人告诉我，至少可以保存200年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200年之内的人如果有缘呢，
都能够听到看到啊，所以你的心要广大，你的想法看法就不是这样的了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得已的做法啊。摄影棚里面场所小，如果我们盖个大摄影棚，里面可以容纳几千人，但是音声的吵杂影响录像的效果啊。那么现在电视台，卫星电视台挑剔很厉害，稍稍有一点瑕疵，他这个片子他就不要了，他不接受啊，这是逼着我们没有办法啊。我们在像我们现在录的这个星期六讲经的这个无量寿经，卫星电视台就不接受啊，里面的杂音太多啊，他怕这些东西播出去影响他们电视台的声誉啊，他要保持他的品质啊，所以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他一律不接受。我们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所以才用了许许多多的钱不断的来改进我们的设备啊，提高啊我们的品质啊，这是你一定要原谅的。许许多多的人从电视这个影带里面学习，也得到很大的利益啊。你是在新加坡，你看看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一批一批同修，你看他们的感受，他们都是从光碟。我们今天这样做，对他们原地的同学们就有很大的利益。啊，所以希望你发菩提心，发大心，为整个世界苦难众生去想。啊，那么你的这个疑惑，我只能说到此地了。那么这也是一位天津居士，他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说我是一名教师啊，自从接触到你的法语，方知我大半时间只是一名传授某一种专业知识的人。学佛后除了教学生做人外，也劝他们念佛，但他们只愿当好人，不愿念佛，我该如何做？请你开始啊，那这就好办了，只要他愿意做好人就行了。佛是人中最完美的人，那你要做好人，你要做最好的人，要做人中最圆满的人，那你应当向佛学习啊！如果不向佛学习呢，我们做好人呢，这个好人缺陷还是很多啊，这个好人并不圆满啊。他要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他就会向佛学习了啊，做真正的好人啊，做圆满的好人。第二个问题是学佛修心性，对于年龄大退休的人士容易做到，可是对年轻人啊，我们子女等处于竞争的社会，工作
都是市场经济，那么如何叫他处理好工作和学佛的关系啊？请你开始学佛，求的是什么？学佛的目的何在？如果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学佛是求智慧呀，究竟真实圆满的智慧。事出世间一切事，只有智慧能解决。啊，离开智慧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求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你有智慧，了解真相，才知道你追求市场经济，追求财富，财富从哪里来的？你知道吗？你要不知道，盲目的去追求，求不到啊。佛在经典里面教给你啊，发财之道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富有的国家，很多发大财的人，前世修的因呢，这一世得的果报啊。天下没有偶然的事情啊，事出事法里头绝对没有投机取巧啊，机会主义，这不可能的。如果这个可能，那佛在一切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，所讲的因果，那就可以全部推翻了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一切人所需求的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啊，你如果真的能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，这个三者都得到啊。可见的，它不是虚妄的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。啊，年轻人要真正了解佛法里面有这么多好处，自自然然就来了。啊，我26岁接触佛法，当时我就感到很遗憾了，我学佛太晚了。那么这是缘，年轻时候没有人把这个介绍给我啊，要有人介绍给我，那我至少可以提早10年。我学佛的成就跟今天就不一样了啊，所以一定要让年轻人真正懂得什么叫佛法。年轻人今天不能接受佛法，是受社会一般群众的误导啊，认为佛法是消极的，佛法是迷信的。先入为主，成见在身，
这是造成了亲近佛法的一个障碍。第三个问题，中国对法轮功已定性，但是我的亲人弟弟啊，目前仍很痴迷，我多次劝告并给他《佛法与人生太上感应篇》看，他都不理，仍很执着，亲人们都很苦恼，我是学佛的，应该怎么办？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先入为主。极端的执着，这样的人能不能帮助他回头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你要有智慧，要有方法，要有耐心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他的自尊心。这些人多半是倔强好强，那你得要从侧面想方法去诱导他。我们曾经遇到一些的个案，从法轮功转回来的人很多。转回来之后都非常好，应当在不设他的自尊心，尊重他的自尊心，慢慢去做。有一些同修有这个智慧，他每天在家里面听讲经的录像带，家里面人不理会他，久而久之，他说有一天呢，他没有这个放录像带了，家里人就问他：“哎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放啊？”于是他才恍然明白了，他是偷偷的在学。你在那里听，他也在旁边听。为了面子起见，不好意思，说我改变，我来学习。确实有啊。到机缘成熟了，他才表态。好事情啊。所以很多方式都可以值得我们做参考的。学习的要有耐心，慢慢地帮助他。这个家亲眷属总有一份亲情在其中。我相信的时候真的有真诚心，有善心帮助他会回头的。这一位是李同修，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说这林的池子，浦江由邓小平批准呢，在遵化燕山踏林，在河北省有1000多亩地，93年起盖的，共有9层在东林西林的旁边，底层地址地藏菩萨，底层地藏菩萨，2层呢观世音菩萨，3层是普贤菩萨，有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文殊菩萨等等。
一层层上去，每一层呢，一尊佛，很庄严，每一层四周啊放亡灵骨灰，啊，塔林是照新疆佛教塔林盖的。想问一下，往生者的骨灰是否能放在塔林中？如法不如法？如法。啊，这个，骨灰能够放在佛塔里面。塔里面供佛供菩萨，这个磁场就非常好啊！有这种机会不要放过啊！这是最理想的安放骨灰之处啊！我们在很多年前也都想到这个问题，道场建塔，塔就是放置骨灰的，这个道场存亡两利呀。新加坡居士林有60多年历史，这个道场。你看他三楼的啊供奉牌位的这一间，每一天都有许多人在里面诵经摆餐超度亡灵，几乎都没有中断过啊，所以亡灵牌位供在那个地方都沾到佛法的利益，尤其这个道场啊，这2、3年来每一天讲经，每一天念佛都无间断，许许多多感应的事情都不可思议啊，这时很多同修们亲眼所见的，亲耳所闻啊，所以这个如法。第二个问题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，一佛念佛现前当来，必定皆佛啊。这是无相念佛，这样修，不知道好不好？如法否？这一段经文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，怕的是你把意思会错了啊，所以读经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他的意思，这个地方不是无相念佛，与无相有相不相关，它是指导我们念佛的重要原则原理啊。什么叫都摄六根呢？就是把六根收回来，不要向外去攀缘啊，譬如我们一般人眼贪色啊，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总想多看几眼啊，都摄呢，那就是叫你把你这个看呢收回来，不要看外面这些境界啊，不是叫你不看，就是不必多看了，一眼过去就够了嘛，何必还要多看呢？多看里面就增长贪心了嘛，啊，就起了有欲的念头了嘛，
耳也不要多听，舌也不要多尝，六根可以接触外面的境界，决定不能够起贪嗔痴慢，决定不能有占有控制的念头，这叫做都摄六根呢，你的心才会清净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佛菩萨教给我们，六根不要攀缘外面，应当向内去缘。啊，内是什么呢？自信啊。观世音菩萨用这个方法，梵文文自信，信称无上道啊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。啊，什么叫净念相即呢？这一句话是讲念佛的要领啊，净清净心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万缘放下，这个心是清净心的。用这个心来念呢，这叫净念呢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清净心里决定没有夹杂，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不夹杂任何东西。啊，我们平常开口念佛也好，啊，心里头默念也好，大声念也好，小声念也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讲的无相念佛啊，它是讲念佛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无论大声小声啊，有念佛不出声，嘴巴在动叫金刚持，有完全默念都可以，决定不夹杂。相即呢，是一句接一句，不间断呢。实在说，这两句话就是西方确执里面所讲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如何保持我们的念佛功夫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，这个样子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是果报啊。啊，净这个都摄六根净念相即，这是因呢，修这个因呢，你一定得到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的果报啊，所以这是念佛最重要的纲领啊，无论是摄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持名念佛，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。这一位同修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在世间人有许多非常富有的，他就非常吝啬。在我们的佛法因果中，今世的财富必定是过去世在布施种种的因，既然过去世有这样的习惯性啊，布施，为什么在过去世的习性中就不能带来今生啊，过去世的七发财又能带来今世，如何解释？过去的习气可以带到今生的，
而且肯定带到今生的。啊，他今生吝啬不肯布施了，并不是说他过去那种布施的习气没有带来，而是受在这一生当中的环境的影响。这是后天的，不是先天，先天的。啊，古人所谓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啊，他在这一生当中生活环境对他有肯定的影响。啊，他的环境，他的周边，啊，都是自私自利。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，如果不受影响，他是菩萨，他不是凡夫，啊，那他是再来人，这是例外。如果他是凡人，他就肯定受影响。所以教育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中国教同盟第一部是《三字经》啊，“苟不教，性乃迁”呐。狗是假设，假使你没有教他了，他的性情就变坏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受社会的影响，受恶的气氛影响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教导他。啊，今天世风日下，社会动乱，根本原因在教育。啊，所以现在人很可怜，家庭教育没有了，学校已经不讲伦理道德了，啊，所教的都是教你怎样自私，怎样自利，怎样保护自己，啊，由这个地方形成，所以竞争，这个竞争，啊，竞争决定诱导你，你的思想方向一定是损人利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怎样考虑对我有利，对别人伤害，那与我不相干。啊，我就是骗他，他被我骗了，他愚痴嘛，我比他聪明嘛。我骗他是应该的嘛？现在教育教的是这个观念，有竞争发展就是斗争，有斗争发展就是战争，啊，有战争今天的发展就是世界末日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如果从小就接受圣贤教育，啊，中国这个两千多年来是以儒家教育为主流啊，维系两千多年了，啊，民族的文化，啊，民国成立之后打倒孔家店，把中国古老固有的文化抛弃掉了，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呀！啊，日本人也是从古代向中国学习的，他还能保留少分。啊，虽然很少的一部分，这个少分对他们国家民族就起很大的作用。二次大战之后几乎亡国，啊，不到半个世纪他就复兴了，又是世界大国了。什么原因呢？
就是中国固有的那一点点文化。啊，日本人能够把中国固有的东西落实十分之一，他就是世界上第一强国，他就是世界的领导人。这个话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可惜呀，他落实的太少了。啊，现在日本人对于古老圣贤的教诲是在学，深度不够。啊，这是很遗憾，但是也非常值得我们赞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不如，比不上他。第二个问题，释迦牟尼佛和陈乔如尊者的前世是忍辱仙人和歌利王的关系。歌利王当时是一名暴君，啊，又刀割忍辱仙人之肉，根据因果应该得恶报。啊，而为什么还成为佛第一个被度化的人？这是否违背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因果论？因果论的道理很深，啊，希望你用心去学习。啊，歌利王各界身体，他有罪，但是他也有功。啊，他的过失害圣贤人呐，啊！啊，我们在《阿难问世佛集凶经》里面读到，啊，在许许多多大乘经论里面读到，啊，害圣贤人。这忤逆罪啊，但是你害的是什么人？如果害的真正是佛菩萨，虽然堕地狱，说老实话也划得来。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啊，善报现前了，啊，他对释迦牟尼佛来讲，啊，对忍辱仙人来讲，对忍辱仙人有什么贡献呢？成就忍辱仙人的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啊，等于说忍辱仙人接受这次考试啊。这次考试看看能不能忍受，如果忍受若无其事，忍辱波罗蜜毕业了，没有歌利王各界身体，他恐怕还要修很久啊，这一次啊就帮他毕业了，把他推高了。卧心卧行做了一桩好事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如果他是害一个普通的人啊，没有就是修忍辱吧，功夫不到家的人，你杀害他，这个被害的人对你起怨恨心、报复心，那这个罪过就重了啊，所以你要看这个对象，啊，他没有怨恨心，
他没有报复心，反过来他有感恩的心，啊，因为不是你对他这种的报行，他没有那么快成就，你帮助他提前成就了，啊，这就是卧心做了好事。啊，诸位，你去细读《了凡四训》，啊，《了凡四训》里有讲到这个道理。由善心做了坏事，啊，由恶心做了好事，啊，这个割礼王各界身体啊，是恶心做了好事，啊，所以忍辱仙人感谢他，啊，我将来成佛之后第一个对你。修行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修行人心里头没有仇敌，啊，侮辱我的、毁谤我的、陷害我的都是我的善知识，啊，他的结果都是把修行人的境界往上提升，大幅度的提升。啊，第三个问题，佛入大涅槃是否还能回来度化众生？观世音菩萨建议久远成就的古佛啊，正法明如来，他为什么还要道家慈航，不以佛的身份回来度化更广大的众生？这个事实真相你不了解，你有疑惑，希望你深入经藏，希望你深解意趣，你就明白了。诸佛菩萨现身不是有心的，啊，我想现个什么身，那佛菩萨跟凡夫一样，为什么呢？他有妄想，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，啊，那是凡夫啊。佛菩萨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啊，他凭什么现身呢？凭众生的感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感应道教绝不失实，啊，我们希望他用什么身来度我们，他就现什么身来度，啊，不是他想现什么身，我们心里就想现他现什么身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观世音菩萨何尝不现佛身呢？那普门品里不是说得很好吗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他怎么不现佛身呢？常常现身呢，啊，无时不现身，无处不现身呢，啊，你要把心静下来。啊，心与佛的教诲相应，你就能体会到，你的心要静到相当的程度，佛菩萨现身你就见到。啊，最明显的例子，好像啊，过去很多人，现在越来越少了，入定在定中见到佛菩萨的境界，啊，那么也有人那比较多一点，在梦中见到佛菩萨的境界，啊，定中是限量境界，
啊，梦中是意识变的境界，能见到啊。啊，所以你这些疑惑，啊，是对经论理解的太少了。下面有一位同修法秀啊，他问的，啊，他说你有讲过，不要太贪爱自己的身体，不过呢，要好好的利用它。来借假修真，他说我懂，但是我的母亲不知道啊，是不明白道理啊，放不下，还是真的业障现前，老来多病痛啊，三两头啊，不是说这里不舒服啊，就是那里痛啊，我很左右为难，一方面担心。若他真有病，而我又不去理会他，觉得自己很不孝。但另一方面呢，又怕太顺从他，啊，而他的病呢，又是从妄想生的，啊，而我又真带他去看医生。多吃药那也会害了他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，目前我对他说只吃严重的病，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变好了，其他的小毛病不要去理他，只要多念佛多做义工便是了，这样做对吗？啊，请老师傅慈悲指教。啊，我自己在修，还要带着一个老人一起修，真的不容易。啊，我只可以把自己懂得的告诉他。你的做法已经不错了。病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讲，常常讲到啊，病因总的来说不外三大类啊，病实在是非常非常复杂，第一类的病因是生理的，这是关于我们的生活习惯，饮食不当啊，寒暑穿着不留意啊，招惹了的病，这种病一定要找医生啊，生理的医生可以治疗。第二种病，冤业病，冤家债主，啊，我们常常讲呢，有不干净的东西附身，啊，实在讲是冤家鬼魂附身，自己做不了主，所谓是神志失常，我们一般人讲呢，神经病。啊，胡言乱语，啊，冤家债主找上身啊，这一类的病呢，医生没办法，啊，他不属于生理的，所以学佛的人，啊，或者求神为他调解，啊，求佛求菩萨也是来求调解。调解对方接受了，他离开了，你的身体就复原了。每一个人呢，冤亲债主都一大堆呀，
无量劫来，我们跟这些众生结了多少的冤仇啊？单单是杀生、摄肉，这个业就造得重了。我们学佛之后才知道错了，选择素食，不再吃众生肉了。没有学佛之前，谁知道呢？啊，吃众生肉一定要是吃活的。啊，自己那啥，你说这个业障多重？我没学佛，我干过，我干的很多啊。学佛之后才明了啊，才靠恐惧啊。我把我修学的功德天天回向给他们呢。他们才不找麻烦呢。为什么呢？我今天所作所为对他有利。他要来找我麻烦害我，没有人给他修功德，没有人给他回向，对他不利耶，现在对他有好处嘛，所以他就放我一马了。有时候还要帮助我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结冤释结。第三类的病，徐业病，这个麻烦，过去生中造作极重的罪业，它既不是冤亲债主，也不是僧侣的，这个事情麻烦，这是什么？自己造的业障太重，果报现前，有没有办法救呢？还是有，怎么救法呢？佛教给我们，真心忏悔。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。真的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。我们了解这个原则，就有办法了。就知道怎么做了。你仔细观察，你的老人，他这个病是属于哪一类？你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？当然最重要最根本的，是自己天天忏除业障，断恶修善，这个不管哪一方面都有利益。纵然是生理的病，那个医药也特别有效。为什么？你自己本身帮助自己，决定不造恶业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。这样就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